起来。干嘛呢？干啥？你干嘛呢？拉屎了！你快来呀、啊！你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来呀、啊！快点儿！来了！别碰头啊！你喊我过来，我过来了。你想干啥？你过来晚了。我想喝益生菌。你去给我买益生菌。益生菌辣吗？益生菌辣不辣？辣。益生菌辣不辣？你快去给我买。我大晚上我上哪给你？我不听。用命就走。你不能说用命就走。快去给我买，现在就去。我大晚上上哪给你买？你这么喊。你不能揪我头发。你不能救我，你快去给我买，快去！行，我去给你买，我等着。去你快点去！呱！这破手机里还不知道有没有钱。老公，你快点回来，我看不见你，我难受。2000 years later.想死我了，你不在我都想死你了。我也好想你啊。啊？这么敷衍？我跑了几家店才给你买的。我不听。我让你玩，我让你玩没有。咱妈呢？身份，咱妈会看，咱妈会看的，咱妈会看。干什么？你放屁了？你是不是放屁了？你是不是放屁了？这么臭！这是我的自我保护吗？你，对，就我无心的，我是。你给我喝完，这些益生菌你要是喝不完。不喜欢喝这玩意儿，甜不甜不嗦嗦的，一点都不好喝。不是你让我都喝完了吗？我给你演奏乐曲。你碰瓷啊？你咚。一个都不过滤，是吗？好听吗？我再给你证明。咚。真。你跟我玩不起？你真的假的？你是不是玩不起？啊？你松手。你是不是有乖？松手。我就玩不起了，我就玩不起了，我不想玩了。算了，进去，来，休息。告诉大家一个恋爱保鲜小秘诀，就是生活处处是浪漫和惊喜。平时都是我哥给我买礼物，这一次因为我哥胡子比较多嘛，所以这一次我也给我哥准备了小惊喜。还笑？你零花钱花完了？有没有去搜？你把我的零花钱买啥了？买娃娃了？
噔噔噔噔，哥，送你一个能让你颜值再上一个台阶的秘密武器。哇，你这大手笔啊，这么酷炫的手动剃须刀，挑了可久了。这是吉列家的 IP 款20时代限量版引力盒，跟航空文创联名的，给你的当然就要超超超超超好的才行，喜欢吧？星辰们不要羡慕，拿到这个之后我就觉得它太适合送给男生了，所以我就联系了品牌方爸爸，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福利哦。好东西就要分享嘛，这样你们也可以送给自己喜欢的人了。滴滴滴滴，哥你看，这个手动是5层刀片的，看评论说再贵的3圈电动刮胡刀都没有它刮的干净，而且这款和其他手动剃须刀最不一样的就是还配了个磁力底座呢，之前你用完随处乱放，有了这个又干净又美观。哇，那我马上试一试。嗯，你不会，你现在是星星，我来帮你刮。你可以吗？你别给我脸刮烂了。你就放心吧，这款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新手的问题，特别的安全，刮气球都没有问题哦。哇，这款手动居然这么安全。行，那你来吧。哇，此刻我要听到大家说我哥超帅。哥，你以后每天都要用这个刮胡子，然后你就会越变越帅，越变越帅。其实啊，我每次用它的时候，我还会想到我有一个全世界最好最爱我的媳妇儿。哦，nice。哎呀，那小孩生气生的。哥，你别生气了，行吗？我跟你玩身份互换大挑战，你也不能那么弄我。你连我最喜欢喝的这个你都……行，那我以后好喝的好吃的都先给你，行不行？那你错了吗？错了错了，我给你涨零花钱，行不行？我现在给你转，行吗？我问你错了吗？我错了。错哪儿了？哪都错了。哪都错了是哪错了呀？这也错了，那也错了。这是哪呀？那是哪呀？这是你的肥彪子。那给你一点喝吧。最后感谢吉列对本期视频的赞助。总有星辰问我们送什么礼物给男生比较好，这款就不错哦，既实用又美观，一套至少可以用1-2年，到手不到一支口红的钱。大家去天猫搜索吉列引力盒就能找到了，而且我还给大家争取了福利，进入吉列官方旗舰店，找客服报暗号星星，就可以领取30元独家优惠券，趁活动赶紧下手就对了。不管是纪念日或者是平时的小礼物，大家可以趁活动送男友、送老公、送爸爸，每天用都会想起你，大家学会了吗？拜拜。